最近手气真差。咋了？最近打牌老手输。不会吧？可不是呗。我叫王眼镜，做鸿运当头。我看行。爷，咱们今后买个猪头，做鸿运当头吧。啊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最近呢，大伯手气比较差，买了一个12斤的大猪头，今天做一个鸿运当头。咱们呢，先把这个猪头表皮的这个毛烧一下。把烧好的猪头清洗一下。猪头清洗完以后了，焯下水，把这个舌头一起焯下水。猪头已经焯透水了，要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。锅里边来几块冰糖，炒个糖色。猪头放进去，还有这个猪舌头。锅中放入葱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、白芷、陈皮，来点白酒，倒入生抽，放入一袋面酱，放入咸盐，倒入胡椒粉，开了锅以后啊，小火慢炖2个小时。猪头了已经炖好了，然后在这个汤里边啊焖半个小时。准备点青菜，把这青菜清洗一下。盘子上边垫点这个生菜。好，野哥，接桌上的鸿运当头，摆一下盘。这猪头呢已经卤好，现在准备起锅。来，稍等。这碗子鸿运当头做好了，用小刀在这猪脸上划几刀，一会儿方便食用。哎，大白唱，好，来，将近3小时，弄一块尝尝再说。真远，这回大白盖着硬了，鸿运当头了。加点蒜汁。行，洋葱，这个这个是利口，软了，软住，我试一试，吃鼻孔了吧，给你切个鼻孔，来一块，先少来点，少点啊，我也来一块，严姐，你搁这刀工可以，你们夹吧，弄，我给你们拉开了，你们夹，尝尝猪鼻子。软乎乎的，挺得意。软是劲，真软。打下激动，你是小龙。哎，脑瓜还好，别打坏。Amazing！ 来，红花，亲一口。你这姐做的鸿运当头怎么样？100亿，做的挺好。软溜的。哎，露出这大白块脸来是吧？鸿运当头。原来这猪头多少斤？12斤。你说没大呀，没小。我说差不多的时候行啊，这正好。多少斤啊？这13。行，这锅中挺好吃的，是啊，